现在是这样，因为它必须要分三组，我们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炸，对吧？那他们会拿什么牌来打我们？你们觉得你们最有威胁性的选手是谁？我只怕跟我们的人 PK， 他们的人我不怕。很好。汪光宇呢？没有怕的。杨子欣呢？我就怕都在这一组。哦，你怕的都在这一组。对。那 OK， 那开心了。要不要直接颁个奖给我呢？直接获胜吧，好吗？因为里面有派，我有间谍在里面。黄龙生，你忘记了吗？我记得的，好吧，我们结盟的，我们结盟的，对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就是我一开始在选人的时候，都会先跟他们沟通好，先把自己的棋先弄好，就不怕有什么意外。